这首歌曲呢，整体的编配方式比较简单，就是几个和弦来回的重复，然后呢，里面会用到三个扫弦的节奏型和一个分解节奏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歌曲的前奏和主歌，第一个是一个 EM9 和弦，有一个二品的滑音，BM7，然后一个 C 大7。好，正式进入歌曲的主歌演唱部分。这里呢，节奏型选用的是一个大、大、哒哒哒哒大、大、哒哒，下、下、下上、下上、下、下、下上。好，在练习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节奏型读熟，就是打个拍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下。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，一定要先把这个拍子读得特别熟练，就是在弹奏的时候呢，要做到不用去思考这个节奏型怎么去扫啊，就已经习惯就是一个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我们过一下歌曲的主歌部分，看一下副歌。歌曲的副歌呢没有什么太多变化，只是在第一拍的扫弦变成了两个低频，更突出里面的一个低音的效果。我们先来读一下，下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看一下反复之后的主歌，这里的节奏型呢做了一些调整，就是把里边的16分加了一个切音的效果。切音呢就是用右手的小鱼际闷住琴弦，闷住的同时去扫弦，下下砰砰砰下下砰砰，把切音读成砰，下下砰砰砰砰下下砰砰下下砰砰砰砰下下。好，练习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先闷住琴弦，然后去扫弦，二三四一，二三四，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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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砰砰下砰砰。歌曲的重复，这首五月天的《玫瑰少年》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